啊，Welcome to PD Channel，现在说熊猫闯闯鱼，订阅，繁星，小鱼，你好，杰克，还有哈弟，还有三个，我有胃口吃肉酱了，天哪！好啦，我们今天要来玩这个 Happy Soul 的伺服器的小游戏了。那今天要来玩的是动物农场。欸，好像我们很少玩这个游戏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游戏啊？简单讲就是躲猫猫。对，我们要伪装成动物，不要被猎人杀掉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听说动物农场有新增新的地图，对不对，喵哈？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是你跟我讲的，然后那个时间晚了，已经困了，有没有？这已经工作模式对，直接进去了。新地图，有了，是吗？还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反正也没玩过。这个是我们在直播中好像没看过的大厅，所以应该是新地图吧？我想吧。然后在这个出生点最左边那个小麦啊，你可以自己选你想要当，比较想当猎人还是动物。可是不一定就是。对，不一定会给你。点好玩的，动物比较好玩啊。心酸的，猎人。哎、欸，我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按 tab， 猎人超多哎、欸。为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、啊？看错了，没有。五个而已、欸这个图到底是不是新地图啊？算了，随便啦、啊。好像是吧，没看过。对啊，这一次他很喜欢加那种海边的那种地图。海胆。海边呐、啊，可能就是1.13海洋更新的关系吧。对啊，我是一只奔跑了吗？我是一只小狼。小狼，小狼，这个地图有好朋友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地图好酷哦、喔。是谁？这是谁 ？Amigo， 没有。哎、欸，这有只鸡，有只鸡，好远。有只鸡，是谁啊？哎、欸，这鸡是谁？好凶哦。通常凶的是外国人比较多，他们都 Amigo 把他的便便，你反省啊？怎么用？你用那个红石就可以大便了。啊！你大便啦、啊！哎、欸，哇，这、欸、那边有鸡在绕镜，会哦、喔，那个鸡也太好笑了吧？鸡好会哦、喔，那边有鸡在绕镜哎，对啊，那鸡在干嘛、啊？那鸡好会哦、喔，那鸡超会，所以都被杀掉了、喔。我还活着，动物还有生物的，不是吗？我也还活着，都活着，血量多、哦。还要来我这边了，白星，哇，你什么？喵。哈基，这只鸡也太夸张了吧！不要来了！不要不要！好累哦，打不到了，臭鸡！你追错鸡了，又不是这一只啦！哦妈，我要回来！不是你最开始追的不是这一只鸡的，终于被我杀掉了，外国人好会哦！最后一只鸡，最后一只鸡。又来了！这里谁在到底？好烦死了！这里还有一只鸡，还有一只鸡，我要死！这里还有一只鸡，好会，好会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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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是谁？谁？中间我好像砍到谁了 ？Oh no！ 我好像砍到谁了？谁？这只鸡！哦，砍到了！是谁？录影的声音从头到尾只有暴击，就这么一次。这是动物的名字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全部都是动物名。剩谁啦？剩很多啊！有动物哦，有动物。我们现在大家都还有人是动物吗？不是。然后我看到开头都是 Amigo 便便。Amigo 的便便。只是想说，反正都要死了，穿一个。我刚刚打了一个好累格，我射了三阶，他才死掉哎、欸。变鸡了，白色鸡、啊！变鸡了！我砍到他死了！我砍到了，好、yes! 一个，好一个！五十五秒出来救可了，哇，留在床上，可惜，对啊，好可惜哦，差一只哎、欸！这地图好大，这地图也是很大哎、欸，哇，动物赢了！我
们没有活到最后。所以我觉得这地图还蛮好玩的。这种会有鸡在绕境啊？地图里面的吗？哦，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固定移动的。嗯，就可以跟着它。那是跟在后面走这样子、哦。可是通常大家都会先去确认那个。哦。还是你又在冲了？你是猎人。哦，在那个凉亭上面有两个的动物。哦，你也是猎人哦。我看到一只鸡在跑。哇哇！我怎么听到铁针的声音呢？有鸡在跑，跑，快跑，快跑，还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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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啊！还在跑，不要跑！要啊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有一只鸡在海上面绕近，它绕到沙滩上面了。阿鸡，阿鸡，你是猪哎、欸！阿鹏猪，阿鹏你是猪！哦哟！干嘛这样？这是臭鸡，快拉屎了！哈基剪尾刀，剪尾刀，是啊 ，yes， 谁啊？没事了。我突然觉得我在玩不同游戏耶。哎、欸，回来，要跑，回来，要跑。就是刚刚海边屋顶那个、啊、小屋上面，好像杰克怎么这么开心的感觉？因为就是我啊，我一直在那边手点呢、欸。你说屋顶上哦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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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上去快上去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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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海边海边海边！哈基哈基哈基上啦！啊！在哪里在哪里？在屋顶上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看到你我看到你了！不要不要！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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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了不要了！给一点机会啊！机会。机会，机会啊！别跑！我你那边啊！我守好久哦！哎呀，欸、我守好久的哎、欸！有吗？那你可以去屋顶捡捡看，因为刚刚屋顶蛮多的。我就是捡到你的，好香，哎、好臭，真香，真香，真香！小雨挥空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我打包一下，是了。耶！六六六！哇，三个横剩十秒，对啊，不来不及了。他们躲得很好哎、欸。嗯 ，no，no。No. No. 这个猎人，猎人是不是要很知道动物都会躲哪才比较好玩？对，对啊，比基尼，比基尼，有沙滩跟一堆鸡，有鸡呀、啊，基尼。哦不！哦耶！我看到有猎人，看到选到自己是猎人，他就登出了。也太生气气了吧！哇！所以我们要跳吗？没有跳，没有、啊、没有、啊、没有、啊、没有、啊，就当内战喽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哇，动物好伙伴都往这边走。哎、欸，猎人跳，又跳一只了，老白一只了。对啊，没有猎人、啊。等下，等下，反正你是鸡吗？我是这只。哦，我看到我这只，好好，还有谁吗？是这只，拉屎喽！你知道这个名就是守城游戏，对，今天是守塔。那我是不是也过去你那边好了？来你们在哪里啊？你们在瞭望台上面，就是要跑过上来的地方。就是有人上来就把他打下去。跟小雨叫好惨啊！因为太多人了吧，白痴啊！守塔游戏，这边诈骗的游戏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小心点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哎呦！要沦陷了！不，我扭！啊啊！我掉下来了。我们先下来避避风头嘛。我下面有人在守、欸。没有，目前还好，目前还好。哎、欸，至少把烟火放完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再给我放完。我也要放完。有人上来，有人上来，有人上来。上来，有人想上来吗？哎、欸，没有。有人。哎、欸、小，哎、欸、小，哎、欸、小。
耶，我烟火放完了，耶！哇，太快了！耶，我烟火也放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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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满意足。满意了，满意了，满意了，真香，满意了，满意了。哎呦，哇，别别别别别！啊！为什么这边剩一只猫咪？我啊，啊还其他人？哦，在下面，沦陷了、啊，我在下面，在下面，都沦陷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啦，你不要这样射同类，不行，不可以。嗯，谁射猪？不可以。不是被发现，我一直跟在你后面，好吗？我掉下来开始。你在刷钱呢，真好。而且我还被你射到剩半颗心。啊，好可惜哦，我应该再多射一箭的。忙忙碌的猫，我看我们能不能经过三分钟。经过三分钟。来了，有人来了！哎、欸，团团，是叛徒，叛徒。你是叛徒，叛徒不？可以的，不可以。同是一员的。等一下，我想知道一件事， yeah. 为什么哈基那么安静啊？嘿、hey. ，很好、啊，哈基蹲得很好啊，因为哈基蹲得很好。关注地点，对。有人叫我吗？哦哦，原来不是哈基，是不要，这是我们的厕所。不行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家。不是啊，这有我们的味道。出去，出去！真的好多大便哦，超多！你看那个屋顶，超扯。屋顶好扯哦！你不要来攻陷我们家，哥哥！没放到你们啊！没放到羊啊！可恶！可恶！没放到羊，差一点！喵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在偷射！本心我们要挂，本心我挂。半颗星射很久了，耶！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大便、啊、被攻陷了，十一个大便。没有，你把它全部吸完，应该还蛮多的。对啊，越大便的人越躲在那里。啊？都躲在那里？你是在上面那个吗？不是，不是。那你是哪里？我不能告诉你。我是这个，我是这个。你有看到一个人？哇靠！杰克，你就这样跑掉了？有这一个，你还大便？等一下，旁边有吗？不要在那边笑！超坏！超坏！你真的太坏了！音乐再按一次，音乐再按一次。啊？再按一次啊！在房子里面吗？还是屋顶上？感觉屋顶上哎、欸。是吗？有人在跑酷。哎、欸！我靠！你是哪里人？哇塞！哇！哇！在这里耶！哎、欸，哈基在这边，后面的。他过来直接躲在一起耶！太强了吧！他们躲在房子后面。哇、哦！刚才猎雷光射两箭就死掉了。所以你是看到一个人站在那边吗？不是，我就看到一个空空的东西对我射。哎、欸，我是猎人。刚繁星，我就是看到。那你找捡屎了吧你！猎人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第一个要去找繁星。好啊，来啊。结果都找不到。地图很大哦。这是谁？不过这个地图我记得也是有跑酷点的，有也是有顶楼顶楼区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看人啊，不能讲。讲一下。他伤病好了。这只牛是谁？哦。这只猫是谁？这牛。喵。这鸡是谁啊？哦，狗狗狗狗狗。哎，这个青蛙是谁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不变猪啊？我反思你好敢哦！谁好敢？你好敢哦！你好敢、哦！赶快放一放啊！不然等下死掉。我知道你变狗了啦。他是讲勇敢的敢、啊，不是在敢之间的敢、啊。你知道有人帮忙？哎、欸，小雨。啊？啊？在哪里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里好多人哦、喔，这里怎么这么哈基？不过哈基，嗨，
哎，聪明的。不是，我看不到你啊。真假的？对啊。欸、有人帮我吃过来了。一起上，一起上，一起上，一起上。啊！我被射死了。被反杀。对啊，猎人好可怜哦。我以为猎人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人，并没有，并没有，然而并没有。哦，他们有人在树上，有人在树上。我看到他树上拉屎的，那是谁、啊？树上很多哎、欸。哦，怎么上去的、啊？这人好坏哦，杀死你！他还在射弓箭的，好扯哦！你说哪一个？我旁边有一个小动物，没有了啦！还有哎、欸！我靠！我被雷，终于被制裁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看不到他，看得到我啊？哇塞！你啦！树上满满的大便，树上真的是满满的、欸，大家都会在这个点哎、欸，好扯哦，满满的大便啊！哪一棵树啊？哦，这个哦，天哪、啊！今天我们的动物农场就玩到这边了。哎、欸，其实它真的多了好多地图哦。我在只有玩到三场。你知道我在之前玩的时候，地图好像只有最初的那一张而已，就没想到现在出来。你太久了，我超久了，你知道吗？都没在玩。对啊。好啦，那希望大家还会喜欢这次影片啦。那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如果喜欢，别忘点击喜欢按键，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以及按我们粉丝团的赞。那么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